趣味竞技类节目《运动不一样》第六季。怡品纯阳奶粉不含一滴牛乳，本节目由怡品纯阳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蜻蜓。哇哦！大家好，我是小喵。扫码下载麦吉 TV， 参与冲刺吧麦吉节目互动，还有机会抽奖赢好礼啦！耶！大家好，我是小兔。经过了前面一轮又一轮的项目比拼，我们三位呢都已经组建了自己心仪的联盟队伍。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正赛阶段了。我们每支联盟呢都要在接下来的八场比赛中努力的从冠军手中拿走金牌。金牌数最多的呢，我们的联盟旗帜就越高，就越有可能获得我们运动不一样第六季的总冠军联盟。哇，就是我们。今天啊，我们要挑战的这个项目，它就是我们的国球乒乓球。乒乓球。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他，是中国乒乓球大满贯得主，也是中国体育界的初代大魔王，也是我们乒坛的一代传奇。他也是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个夺得四枚奥运金牌的运动员，同时也拿到了18个世界冠军，并且乒坛排名连续8年保持了世界第一名。他就是我们的乒坛皇后邓亚萍。亚萍姐是我进入，就是开始关注体育赛事的初心，因为乒乓球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国球，然后我们就是因为看着亚萍姐长大的，所以一来以后，我们三个人就是眼睛里饱含泪水，很少见到我们三个同时，而且只是看到一个嘉宾出场，这后面怎么办啊？我们太开心了，所以我们还是让我们亚萍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特别欢乐的一个节目，但是没想到你们仨哭了。见到你真的太激动了，完全收不住的，抑制不住的。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看到你是这样的心情，因为我们运动不一样也是等了整整6季，终于把您等来了。亚萍指导，我们打乒乓球的经验来看，乒乓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可以吸引这么多人？乒乓球我觉得首先呢，它能够让我们非常快地练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反应和协调的能力，它能够锻炼我们孩子的意志力。嗯，因为打球它还是很辛苦的，特别是我们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对吧？比赛的时候可能还会经常输，谁喜欢输呢？谁也不喜欢输，所以你还要怎么样面对的输，正好更好呢，今后呢能够把它赢回来。我小的时候呢有一个特点，我打球啊输了我不会哭，我不让人走，继续给你打，不能下来。怎么样，缠着他吗？对，放学别走。对，别走啊，接着打。哇，所以就是要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我就打到我赢为止。对对，就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让亚萍指导来给我们开赛，我们的亚萍指导呢也是带来了不一样的赛道，分别是3金赛道、2金赛道和1金赛道。那接下来呢，我们每一个联盟都要抽出一名队员来进行比拼，在他们比拼之后决出1、2、3名，根据这些名次，三支联盟依次选择赛道，再跟我们的亚萍指导进行比拼。如果获胜的话呢，将可以获得我们相应赛道的金牌。如果失败的话呢，则获得不了金牌了。反正就是很难。对，我也觉得很难。就是很难。我怎么感觉我挺难的？我已经为孩子们捏一把汗了。我为我自己捏把汗，我觉得孩子们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一场比赛对孩子们来说也非常的关键，因为跟接下来划分赛道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大家都要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了！加油了！我们每个战队都要加油了！加油！好了，接下来呢，开始我们的乒乓排位赛。哇哦！好啦，接下来呢要开始的就是我们的乒乓排位赛了。每位领队要从自己的联盟选出一位小将来进行比拼了。小喵联盟，你们要选择的是谁呢？超强的张少恒，我们的团统。好，欢迎欢迎，弟弟
其实可紧张了，我们紧张的里面的衣服都是穿反的。哎，真的，我说你要不要换过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今天会觉得被人掐着脖子吧，一直。你有什么想跟亚萍老师说的吗？就是我看了邓亚萍老师的一本书，叫《心力》。哟，你还看过《心力》呢？就是里面有一句说的是：“我比你练得多，我凭什么不赢你？”哎，这是他的座右铭。你也比别人练得多吗？我比别人加小课，加强训练是不是？他现在好紧张啊！来，少恒，你敢看一眼老师吗？他刚才一直低着头，都不敢看老师。每天练多长时间？他又把头偏过来了。少恒，你的偶像就在你的眼前，梦想照进现实了。没关系，你都练了这么多了，你还不把他们赢了？就是我有队友，我还有朋友跟我一起过来。开始聊闲天了呢？怎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派出的是我们的杨朗。好，欢迎欢迎，杨朗见到亚萍老师了，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其实杨朗刚才上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觉得他自己不能拿到第一名，但是我觉得这时候信心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让我们的兄弟们给你打打气，好不好？你们觉得杨朗棒不棒？棒！杨朗能不能赢？能！杨朗是不是最厉害的？是！来笑几个！杨朗听到这个笑声以后稍微放松一点吗？不要紧张，继续加油，好不好？好。好，接下来就要请出我们联盟的乒乓球小骄傲丁权伟丁老师。他真的是我们的小骄傲。这怎么叫丁老师了都？因为他平时话不多，但是呢只要一说话就能够一语中的。哇，这么厉害，还挺有范儿的，充满智慧。你怎么也不敢看老师啊？哎呀，好害羞啊，好腼腆啊，突然都。你有什么想对亚萍指导说的吗？今天终于真见到真正的了，平时都在电视上看的。那接下来呢就要我们的三位小选手来抽签了，有请怡品贝康喜的小纯来一下吧。那我们怡品贝康喜小纯的手上呢已经有我们的怡品纯羊奶了，来，我们每一位小选手去挑选一杯，你们接下来出场的序号就在我们的杯底，干杯吧。怡品纯羊奶粉不含一滴牛乳，是纯正的羊奶粉。你是几号啊？一号。一号，你是几号？我们这边是二号。那权伟就是我们的三号位了。接下来呢，交给三位小选手和我们的亚萍指导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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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少恒，你要把秋衣反过来吗？还好，还好。换了吧，换了吧。哎，相信自己啊，玩得开心，好不好？不要怕啊。你们要不要热身呢？要相信他，我们也要相信他。我们都不相信他，谁相信他？太勾了，你的板抓太勾了，这样现在太勾了，窄一点，哎，窄一点，你那反手别放下来，放松一点。打了几年球？一年多才？五年多。好了，现在呢，我们的小选手都已经准备好了，把现场交给我们的解说。下面我们将进行的是乒乓排位赛，一起来看看游戏规则吧。三大联盟各派出一人参加比拼，每一球结束，得分者可留下继续比拼，未得分者与后场选手交换位置，率先拿下11分的选手获胜。同时比赛结束，根据比分产生第二、第三名。过程中，三位领队各有一次暂停权，可向冠军求助指导。好，比赛开始。首先，杨朗发球。杨朗首先拿下第一分。杨朗厉害！杨朗加油！没关系，没关系，少恒。下面将上场进行挑战的是丁权伟。丁权伟加油！好球！丁权伟非常的轻松啊，基本功非常扎实。下面上来的是张少恒。
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反守卫的进攻，那么出现了失误，丁权伟再拿一分。小江，加油加油加油！下面上来的是小江杨朗。哦，失误了，太紧张。丁权伟再拿一分。下面上来的是张少恒。别紧张，少恒，调整心态。哦，下蹲砍球。可惜基本功要稍微弱一点，丁权伟再拿一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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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权伟一直在上面。下面上来的是杨朗，加油啊，不要紧张。好球，杨朗一个发球抢攻获得了一分。杨朗，下面是张少恒，张少恒首先想一想发个什么样的球。哇，一个下砍的发球啊，这个球呢是旋转非常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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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丁权伟发球。出台了，哎，可惜没盯住啊。没关系没关系，这一次失误不算什么。现在的比分啊，丁权伟五分，杨朗获得两分，张少恒获得一分。好，现在杨朗发球，一旋转侧上，哇，可惜自己失误了，失误了。丁权伟再得一分，六分了。丁权伟，加油加油加油！下面上来的是张少恒，慢一点慢一点，想想发什么球。哇，斜砍，好，进入相持环节。哎呀，进入相持环节，丁权伟显得更胜一筹。哎呀，丁权伟获得七分。下面上来的是杨朗，杨朗加油！哎，又行的相持，好机会！哎呀，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失误了！哎，哎，丁权伟再得一分，稳住！下面上来的是张少恒，稍等一下，这边要暂停。好，现在小喵请求暂停。您现在就可以跟少恒交流一下战术。用身体，你这个手反手老是往上撅，整个往上，所以人家拿弧圈球，你一撅不就出界了吗？打开落点很重要，他的反手很好，是吧？你把落点发开了，然后打开它，你调动它。暂停时间到。好，比赛继续进行，张少恒发球。加油，少恒！张少恒面对强大的丁权伟，我觉得应该要加一点搏杀。下拳，好球，这个球有点往内拐啊，丁权伟想把它拧起来，结果失败了。张少恒再拿一分，两分。少恒加油！下面上来的是杨朗，这是两分对两分的对抗。杨朗调整一下心态，不要着急。哎呦！哎呦，杨朗太紧张了，发球又一个失误。张大恒再拿一分。好，现在丁权伟发球。接好发球啊，接好发球。下旋。好球，利用落点控制，张大恒再拿一分，现在已经获得了四分。哎，加油！下面上来的是杨朗。好球，一个反手进攻，杨朗拿下一分。好球好球，杨朗现在获得三分。现在丁权伟拿到发球权，他已经八分了。小侧旋，哎呀，对于节奏的判断有点失误。现在丁权伟拿到了九分，下面上来的是张少恒。少恒加油！少恒加油！坏了，丁权伟的这个步伐非常好啊，一个很大的侧身位把球拉起来。现在丁权伟已经拿到了十分，已经拿到了赛点。赛点了，赛点了。下面上来的是杨朗，
蜻蜓要求暂停。这个时候的暂停叫得非常的及时，丁权伟马上就要拿到冠军。来，击个掌，击个掌，稳了，稳了。这个时候打乱一下他的节奏，看看会不会有机会。对相持的时候，你对他反手，你往他正手变面也行啊，发短球往上手，你自己拿着发球权一起打抢攻。你要打开他，你明白我意思吗？暂停时间到。啊，打发球抢攻。杨浪，我们保二啊，保二。好，比赛继续进行。杨浪发球，丁春伟接球，一旋转，好球，连续动脚，哎呀，步伐有点小慢呐、啊。这样比赛结束，丁春伟获得11分，张少恒4分，第二名，很棒。杨浪3分，第三名。好了，第一轮的排位赛也已经结束了。目前这个排名，大家先不要灰心，因为呢，它只是决定到我们接下来赛道的选择权。那到底选择哪个赛道非常的重要了。那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三位领队进入我们的战术时刻，看一看自己到底要选哪支赛道呢？因为你们刚刚在第一轮的乒乓排位赛当中赢了，所以你们是具有优先的选择权的。那我们现在首先，我们要基于我们目前的状况来说，我们队现在是有3金，对吧？嗯。然后蜻蜓队也是3金。对。小喵队比我们每个队都多一个，是4金。所以我现在基本上1金的那个赛道，我们不考虑了吧？不考虑，不考虑。不考虑。但是我们现在就采取两个方式，一个是保守战略，一个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战略，对吧？他的对手不再是另外两个小朋友，而是亚平指导。所以你如果跟他打，你觉得你的胜算有多少？0%，对吧？还是选二保守一点吧。丁权伟，小骄傲，加油加油加油！因为我们现在有1枚金牌的领先优势，其实我们就算是只选择了，就只拿到了2金，也能够保二争一。但是如果丁权伟选了2金的话，那我们如果选什么，我们就不能选2金，除非他挑战失败，我们就可以继续挑战2金。但是如果他要是选了2金的话，你们觉得我们是选1金还是选3金？我觉得还是选三，冲一把。我个人觉得3金赛道一定是正面拼乒乓球的。少恒，你觉得你想要这个3金的机会吗？跟亚平老师正面打的这个机会，想要吗？如果你想要，哪怕拿不到。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我们也愿意。就算你没有赢，后面的几期我们也可以补上来。对，还有哥哥们，你就放心大胆的选，没事。如果你真的是想跟亚平指导有一个学习体验的过程，你就去，不要管输赢。对，我觉得你是非常想去的，你就自己决定。对，没关系，我们让少恒想一下。我写的战术非常的精确，你们来参考一下我的这个战术。谁？问你们呢，不要光笑。为什么你们要吃吃喝喝？因为我们要享受。哎，你们队好难带啊！我们轮到什么就是什么。杨朗，你想选3金吗？你想选几斤呢？8斤。大家理想都是2斤的。差不多，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啊。那等于如果说2金有人挑战了，但是他们也没过2金又下来了，说明2金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话，哎，那1金吧。这怎么用我们？哎，别人越挫越勇，我们怎么越挫越够啊？你们是别人2金都没过他。杨朗，不要听这种话，没关系。所以是这样子，2金优先，1金其次，3金最后。好了，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回到赛场，走吧，上战场了，走。OK， 杨朗。真的好激动啊！因为上一次看亚平老师打球还是在电视里，结果这次就直接在现场，还不用买票，还能够学习到经验。是的，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非常的激动。有人想看亚平老师打球吗？当然想看。大家今天就为了这一下，刚才呢是第一名的成绩，所以由你们率先来选择赛道。是的，我们选择的赛道是。2金。
哇，二斤吗？只是二斤吗？为什么这么保守啊？不保守，不保守。其实一斤我们一开始就排除掉了，然后在二斤和三斤中间抉择了很久。为什么最后放弃了三斤啊？最后我们把最终的选择权交给了真正要上场的丁老师，他自己选择了二斤。我们来看一下二斤到底是什么比拼呢？是什么？几分之几球桌？哇，一起来看看游戏规则吧。两斤赛道为选手与冠军进行乒乓球对打赛道，冠军每得三分，选手方球台将缩小二分之一，率先拿到十一分的一方获胜。若选手胜出，可获得两枚金牌，反之不获得金牌。哦，懂了，二分之一哎，直接乒乓球桌就那么大，对，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亚萍老师觉得在这个挑战中，他的技巧点和难点可能在哪里呢？精准性。哦，精准性，马上开始传递了，传达了，是不是？我们把赛场来交给他们，加油吧！加油！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闪亮登场。亚萍指导和我们的丁前伟小将将来一场正面交锋。比赛现在开始，邓亚萍发球，丁前伟接发球，双方做好准备。来了。比赛开始，邓亚萍发球。哎呦，零比一，丁权伟领先。亚萍老师的反手位以前自己打的是长焦啊，对，采用的是惯用的长焦科的技术，可惜今天没带板，没带武器，反焦就不会打了。哎呦，好，吃发球，比分一比一，换发球，丁权伟发球。哦，我心跳的好快。哟。我这不会有反焦，这球发的挺好，亚萍老师都吃发球了，二比一，拳拉起来，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哇，天哪，太难了，亚萍老师宝刀不老啊，依然是一直勇往直前的往前拍。哇！现在比分是二比二。及时调整，权威。摆短，控制，拉起来。哦，打回头。摆短，控制，拉起来。哦，打回头。哦，打回头。哇！亚萍老师功底非常的深厚。现在是三比二，比赛要暂停哦，马上要进入我们的换桌子的环节，加难度了。现在这个选手方的球桌将减小二分之一。哇哦，哎呦，这个难度有点大，难度有点大，嗯，没关系，亚萍老师，你现在领先一分呢，领先一分，一会儿就不领先了。比赛马上开始，目前比分三比二，亚萍老师发球。亚萍老师在思考，亚萍老师正在想辙想办法。这个不容易，这怎么没法打了，这没法调动，就这么一点点，你说第一次见这样的球台。继续比赛，来了，挑起来，三，挑起来，三，好，这样都能赢，太强了。比分四比二，明明换了球台啊！现在丁权伟发球，丁权伟想办法怎么调动亚萍老师。
得。哎，不敢发力啊！漂亮！由于场地的限制啊，这个给亚萍老师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不敢发力，不敢打角度。现在比分是6-4，丁权伟发球。亚萍老师加油！权伟加油！拉起来！哎呀！这个案子真的影响很大。挑起来，擦网！哎呀，一个运气球，4-8，换发球。亚萍老师在这个时候必须得想办法了。我记得以前亚萍老师在打球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那就是眼神，用眼神杀死对方。亚萍老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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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亚萍老师加油！对，眼神，我们看亚萍老师的眼神。好，向前拖住。好，防住，防住，防住，好球！亚萍老师得分非常不容易啊，连续防了4板。好，防住，防住，防住，5-8。下旋拉起来，轻的弹击，哎，角度非常大。5-9，换发球，丁权伟发球。短的，挑起来，好球。哎。又缩小了，没事没事。又缩小了。6-9，暂停，还要增加难度，继续更换球台。现在的球台将变成1/4球台，那不只有一个小方块了吗？这哪还有球台呀？没有了，这麻烦了。这个亚萍老师现在感觉怎么样？如果我没有猜错，以前比赛应该没有对面球桌直接消失的情况吧？没有，也就是做这个节目头一回。亚萍知道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对策吗？这个就很难了，因为我只有这一点点的这个球台，所以我的发球开始我就没有什么很好的变化了。这个着实有点欺负人了。继续比赛，6-9，丁权伟发球。权伟加油！邓老师加油！哎呦！哇！好球！好球！太厉害了，是不是？加油！3-2-1，丁权伟，小乔，加油！加油！加油！现在已经到了赛点，比分是10-6，亚萍老师加油！结束，丁权伟获胜，11-6。我们赢了！恭喜丁权伟，祝贺，获得2枚金牌。权伟，你有什么想对亚萍指导讲的吗？或者你赢了，你有什么想说的？我觉得太夸张了，夸张了。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他觉得自己赢得的好像都不光彩。权伟，是因为我们的道具太夸张了，还是你赢了世界冠军太夸张了？道具太夸张了。我们自己赢的，权伟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球台呀。不过怎么说，球台越小，我们选手得分的可能性就越大。就像我们的怡品纯阳奶粉，不含一滴牛乳，分子更小，宝宝喝了吸收好，是真正的纯阳奶粉哦。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丁权伟，我们的丁权伟成功的拿到了2金，有请我们的亚萍指导为权伟带上金牌，签着名的，哦，看一下。有签名的，哇，好
祝贺祝贺，棒啊！而且有两块耶，太好了！哇，现在全伟是我们赛场上最值得大家羡慕的人，全伟也带着你的荣誉先回到你的联盟中。好了，现在呢，我们两金赛道已经关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剩一金赛道和三金赛道。其实我们之前还在纠结，就在看颁金牌的那一刻，邵恒听说上面有签名，不行了，我们要选三金赛道。三金赛道应该是最难的，没错，有可能是最难的赛道，因为这个项目很有可能是我们亚平指导最擅长的一个项目。是的。你们确定最后的选择了？亚平知道你会手下留情吗？他好喜欢你的。我从前面的经验来看，我没有任何擅长的。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是三金赛道，我们来看一下三金赛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呢？是我们的精准打击。一起来看看游戏规则吧。三金赛道为选手与冠军轮流进行乒乓球指定导物赛道。每轮选手率先挑战，需利用乒乓球击落传送带上代表分数的得分板，每轮得分累积为最终比分。此项目冠军每轮击打目标难度都大于选手难度，若选手累积得分超过冠军，则可以获得三枚金牌，反之不获得金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闪亮登场。好了，那接下来呢，将是我们三金争夺的对抗和比赛了，由我们的邵恒呢和我们的亚平指导一起来进行比拼了。邵恒在这一轮有信心吗？有。好，要加油了，气势要先拿出来，好不好？因为对亚平指导来说，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环节。看到这个装置以后，亚平指导现在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俩水平现在是完全同一个起跑线，也可能他比我还好。哎，是的，因为亚平指导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运动装置，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精准打击现在开始，首先有请参赛选手张少恒上场。加油，少恒！加油，加油！有请发球教练上场。欢迎，欢迎，欢迎！准备开始。哦，有一分，这个是哇，好，张兆恒两个球就打到一个了啊，又得到一分。下面轮换请世界冠军乒乓皇后邓亚萍上场。我还不如她，你放心啊。准备开始。亚平老师的难度比较大啊，一个球就打中了。亚平老师那个圈小了很多哎。好，现在两人打成1-1，将进行第二轮。张兆恒上场，准备开始。哇，这也太准了吧！哇，好棒！到底是千锤百炼啊，百发百中。这怎么弄？这个邵恒给亚平老师带来压力了。亚平老师准备上场，准备爬出来了。好，出来了。哦，碰到了，打中了，但是没打到，没打倒。哇，因为亚平老师的这个难度要大一些啊，他的那个标靶呀、移动的速度更快啊，不但圈小，移动的速度还快。邓老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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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准备开始。哇哇！我两个三分，好准！一个已经打到一个，好，可以，太快了，可以。张少恒非常厉害啊，两个标靶全部打准了啊！少恒好棒啊！加油加油加油！没底气，一看就没底气，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开始。没错，这三个全部打中才行。两个了。好，还差一个。哇！啊，好球！四个球都把三个全部歼灭了，非常非常厉害。
比分要咬住，我现在就是咬住。现在比分咬得非常紧啊，现在是6-6。老师别那么认真嘛。那是比赛呀，你要知道这是比赛。哦呀，太认真了。第四轮马上开始，准备，开始。哇，已经掉了一个了耶！别别别，的时候就已经打掉了，就被张兆恒扼杀在摇篮当中。张兆恒太厉害了。下面马上将进行的是亚萍老师的第四轮比赛，请准备。加油，亚萍老师加油！亚萍老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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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轮发球开始。来了，哇，已经掉了，也太快了吧！我都没有看到那个数字出来呀。亚萍指导顶住压力，最后又把比分扳成了10-10。咬住，哇！咬住，这可怎么办？上头感受到压力了。好，下面进行第五轮比赛，前四轮双方都是弹无虚发，第五轮比赛开始。怎么又消失了？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哦，这一轮的标板难度更大了啊，带有摇晃的。哎呀，这个厉害，就是摇晃的也被张兆恒打到了。这是个钟摆一样的，真的很难，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可以看到难度又提升了，然后亚萍指导又是后手。好，下面将进行的是亚萍老师的第五轮比赛，准备，加油，加油，开始。两个，这个在晃着打，哎，这个晃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是很不容易打到的。哎，这要预判。哎呀，擦过去了！现在已经把亚萍老师打到这个后场去了，求求了，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求求了，求求了，还有机会，求求，还差一点，求求，哎呀，求求了，这个标靶很不给力啊！赢了吗？还有是不是、啊？下面我们将进行第六轮的比赛啊，还有啊，请张兆恒上场。亚萍老师，其实你不要着急，一共有10轮比赛，哇，尽管你现在落后。但是后面还有很多机会，你小心啊！第六轮比赛现在开始，张兆恒击球，准备开始。所以第六轮可能方式又会不一样。加油，兆恒！哦哦，隐藏款，他怎么还有遮挡物？难度也有点加强了。哦，打到了！厉害厉害厉害！看来这个张兆恒也是每天进行乒乓球练习，这个不管是手感。还是对球的掌握以及判断都是非常优秀的。没想到现在已经打到第六轮了，我们的弟弟太棒了吧！下面将进行的是亚萍老师的第六轮击球，准备，开始。来了来了来了！这一轮又有难度，主要是遮挡，只露出了一点点。这个打很好，打中了，厉害，咬住。现在是亚萍老师是6轮击中5次。加油，邵恒，一定要稳住，咱们尽量做到不失分。我现在在等邵鹏犯错，他在给你心理压力。邵恒，邵恒把袖子撸起来了。我们不会的，邵恒，相信你，不要受影响，你是最棒的。好，第7轮比赛现在开始，准备，开始。哦，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第7轮的难度会大一点吗？因为目标小了，还没打倒，还没有打倒，必须打倒才行。再差一点，再加点力，再加点力，再加点力。哎呀，终于犯错了，终于犯错了，犯错了。冠军有机会了，亚萍有机会了。他不倒，没办法。其实邵恒2次都打到了，只不过他没倒。对对对，所以你看这比赛就是这样。要有时候要等对手犯错，邵恒没关系，我们也等亚萍老师犯错，我们也等一等，对，我们等一等。好，第7轮亚萍老师的比赛即将开始，亚萍老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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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了啊！准备，开始。哇了，这个水多香，哎呦！一球，尽管这个标靶后面的水是很多的，瓶子很重的，但是仍然把标靶打倒了。邵恒加油啊，邵恒加油！
专注后面的，不要想前面的，已经过去了，没关系的。这会儿玩的就是心跳，调整心态，少恒，这时候心态很重要。第八轮比赛现在开始，加油，少恒！少恒击球，加油！这个难度大吗？这次，哎呦，不一样了，有那么大的标靶哎！哇！这次很准，少恒顶住压力，再获八分。这有难度，这个有难度。还有玻璃挡在前面，但是对亚萍老师来说难度更大，因为您的标靶更小，而且速度更快。嗯，亚萍老师加油！亚萍老师加油！亚萍老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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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可以！加油！这一轮比赛，亚萍老师只要拿到八分，您就有31分，31分将超过少恒的29分。看得出来，少恒现在非常着急。亚萍老师的眼神杀，少恒在后面踱步，不安，很不安。好，现在亚萍老师的第八轮比赛现在开始，开球。这个真的有难度。只能从下面溜进去，下面还有遮挡啊！下面哦，厉害，厉害！现在是31-29，亚萍老师领先。少恒，不要想比赛，我们现在就专注把每一个都打到就可以了，不要想别的了。少恒，这三金真的不好拿呀！下面马上将进行的是第9轮，只要这一轮你拿下的话，你可以多得9分。给少恒打出痛苦面具了，已经。准备发球。哇，这次好像他力道大了很多哎，少恒，这个打上面，要打上面，可以打到了，其实打到了的，还差一点。哇，少恒，少恒还是非常厉害的，少恒获得9分。你已经赢了，少恒，不要想别的，你已经很棒了，你已经赢了。少恒刚才打完，自己也背对着这边出了一口气，哦。看得出少恒也很紧张，现在又把压力重新交给了亚萍指导。我觉得我们比他们还紧张。好，下面第9轮比赛，亚萍老师准备开始，加油！加油，打中！哎呀，这个标靶太小了，加油！再打不着就没机会了，差一点，差一点，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哎呀，这一下，少恒心里非常踏实的是，第9轮38-31，少恒领先，少恒加油，稳这个，只要稳住。张少恒如果拿下最后一个球的话，将获得10分，那么你的总分数将达到48分。哇，但这个真的对亚萍指导来说太难了，那个太小了，挡完了已经。他打了以后，他没掉。对，少恒，你只要专注比赛，不要想别的，只要把这个打住就可以了，其他都不要想，不管输赢，你已经很棒了，已经很棒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要花花。胜了你就是3块金牌，输了1块都没有啊！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好，第10轮比赛马上开始。你要犯错了，我就反超。不要停，不要停！张少恒击球，现在开始。要从这个标靶的那个洞里面穿过去，然后才能把标靶打趴下。所以要准，要有力量。稳住，少恒！哇！加油！还有机会，啊！还差一点儿，哎呦，机会没了！啊！张少恒把机会留给了亚萍老师。不容易，这个难度挺大的。其实少恒到目前为止还是处于领先分数的。对，是的。看我们的邓指导能不能拿下这最困难的10分了。但在这个难度非常大。亚萍老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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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轮比赛，亚萍老师击球，现在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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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一点，对，再来一个。加油！所以张少恒也不要着急，亚萍老师也不一定能打到。加油！加油！老师！
不要走开，休息的时候和小纯一一品纯羊奶粉，不含一滴牛乳。十轮比赛，亚萍老师击球，现在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短一点，对，再来一个。加油！所以张尚恒也不要着急，亚萍老师也不一定能打到。哇，没进去了几个，因为最后一轮的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有机会，有机会啊！加油加油！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有积分吗？还有积分吗？还没有积分了。张恒，哇，最终这场比分38-31，张兆恒获得胜利，获得3枚金牌。太不容易了，很棒。尚恒，刚才最后一轮的时候你紧张吗？非常紧张。亚萍知道在打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快点点，快点点。所以尚恒非常的顽强，因为我们其实整整打了10局。亚萍知道觉得我们尚恒这次的表现怎么样？我觉得打得很好，真的，因为那个难度还是蛮高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还能够非常镇静的，能够在比赛紧张的情况下发挥还是比较正常情况，我觉得他心理素质还是挺好的。所以尚恒相信在这一轮的比赛中也成长了不少，更重要的是你为你们的联盟获得了3金。尚恒成功，祝贺祝贺。有请我们的邓指导为我们的尚恒颁发金牌。哇哇，有3个，而且上面都有签名啊！回头看看上面的签名，尚恒，你拿到了。这个不光是尚恒的荣誉，也是我们整个联盟的荣誉。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好，有请我们的尚恒回到自己的联盟里面。尚恒超棒！好了，所以呢，现在仅剩下最后一个通道了。也就是我们的易经赛道，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易经赛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呢？请看，易经赛道补光达人，补光达人，一起来看看游戏规则吧。易经赛道为选手与冠军同场竞技，双方各有9个光灯，光灯初始颜色是绿色。当光灯变为红色时，挑战者需要立即拍灭光灯。游戏结束后，拍灭光灯累计数更多的一方获胜。若选手获胜，则可获得1枚金牌，反之不获得金牌。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易经赛道的比拼了。那我们蜻蜓联盟选出的队员就是张启秋。来吧，来到我们的身边。好，那启秋呢，其实也是我们最厉害的田径选手，所以速度应该很快，对不对？有没有信心？有。这1金一定要拿下，好不好？好。这1金至关重要，所以为了助我们一臂之力，究竟是个什么？今天这个冠军难度啊，什么法宝？噔噔！哇，有我们的晕眼镜，所以呢，我们的亚萍指导一会儿呢就要戴上，有他的加持，相信您更补不到光了。这个戴上会是什么感觉啊？要不要先试一下呢？不用戴，我已经晕了。好了，马上进入我们的补光达人，来吧，加油加油！补光达人挑战，请准备，加油加油！哎，来了来了，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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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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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里这里，快快快快，又亮了又亮了，加油加油加油。
练眼神儿哎。有没有没有没有，快快快快快，两个两个两个，哎，这边还有一个，哇，好紧张啊！好像邓老师更快啊。亚萍老师真的有戴眼镜吗？哎，这边这边还有，左边左边，有没有没有没有，哇，这随时会出现，它出现的没有规律哎。这边这边亮了，这越到后面体力消耗也很大。中间边上三个三个三个，中间还有一个，中间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快快快快快，不要停下来，好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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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三个三个，时间到了，哇，好棒啊，好紧张。祈求你现在心里忐忑吗？还行吧。如果你没有拿到一金，你直接从那个门那个门出去是吧，提前开启淘汰机制。这个吗？真的想走？怎么样？现在就想离开我们队是不是？可以换队了吗？你要干嘛？但是刚刚看起来两个人差不多的感觉，是不是？对，亚萍老师移动速度真的很快，他没有迟疑过，我都怀疑戴了没有。所以亚萍老师那个眼镜对您没有产生影响是不是？那你来试试。来，不不行不行，我不行。刚才亚萍老师戴着眼镜往后一个回眸的时候，我突然，好可爱啊，超萌。现在宣布比赛结果，补光达人最后的比分是24-26，谁是26？谁？最后冠军是张琪球，恭喜张琪球！哇！恭喜！祝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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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张琪球拿到一金！恭喜！请我们的亚萍指导把我们的张琪球带上金牌。哎，好。其实我想问一下亚萍指导，就是我们刚才所跑的步伐跟乒乓球中所训练的步伐有关联吗？我刚才用的就是乒乓球的步伐，因为我们在身体训练的时候呢，我们有一项摸球台。哦。啊，像打乒乓球的话，它特别需要急停急走，专门练这样的一个步伐，啊，要非常快的启动。但是因为这个呢，大过于我们的球台，所以我们就得多跑几步。确实，而且因为亚萍指导还戴了那副眼镜，对，有蒙上了一层纱，在眼前遮住了脸。我们把掌声送给亚萍指导。我是觉得，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讲，首先应该去找到自己喜欢的那项运动，首先让他们先玩起来，喜欢玩，然后在过程当中可能不断地能够发掘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项目当中的这种潜能，他可能再加以去训练，然后有一个小的目标，一点一点一滴啊，一点一滴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当你找到你玩什么别人都赢不了你的时候，这种感觉是最妙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比赛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也谢谢亚萍姐陪我们度过正赛的第一天。那经过不一样的一天，亚萍姐有什么感受吗？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呀，真的是就像这个名儿一样，这运动太不一样了。今天我算是明白了，怎么难怎么来。经过了今天一天下来，亚萍知道终于明白了我们的意图。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玩得很开心，然后我相信呢，我们今天跟我对打的我们的这个小队员们，我相信你们肯定会长了很大的信心，是不是？必须下去都能赢大魔王了，对吧？必须是啊，你们能赢大魔王，今后你们也可以成为大魔王，就是大家今后加油好不好？好，谢谢亚萍指导。是的，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体会到在运动中的快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每个联盟目前的金牌数是多少了。首先是我们的小喵联盟，我们是7块；小兔联盟，我们是5块；蜻蜓联盟是4块金牌。目前领先的还是我们的小喵联盟，恭喜！
一期要来到的冠军也非常的厉害，就是我们的赵云雷。那么打羽毛球的孩子，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继续比拼，继续战斗。怡品纯阳奶粉不含一滴牛乳，本节目由怡品纯阳奶粉独家冠名播出。今天谢谢我们的亚萍指导，也谢谢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下期再见。怡品纯阳奶粉不含一滴牛乳，本栏目由怡品纯阳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悬浮弹力护脊椎麦吉护脊减负书包，陪伴你轻装上学。为什么我还不是金牌选手？因为你练的还不够多，流的汗也不够多，还有你的肌肉也不够多。想要成为金牌选手，还要喝连续4年《肉果食品品质评鉴大会》金奖的怡品纯阳奶粉啊。这个我知道，这个经过 DNA 检测，怡品纯阳奶粉不含一滴牛乳，是真正的纯阳。快快快，权威，喝掉它！快喝快喝快喝！喝羊奶粉一定要认准怡品纯阳小公主。怡品纯阳奶粉，运动不一样，稍后继续。纯阳奶粉运动不一样，正在播出。怡品纯阳奶粉不含一滴牛乳，本栏目由怡品纯阳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关注金鹰卡通官方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麦吉成长说，上微博参与运动不一样话题讨论，一起找寻运动的快乐。扫码下载麦吉 TV 参与冲刺吧麦吉节目互动，一起轻松跳跃，快乐冲刺吧，还能赢大奖哦。感谢网易视频网易号、咕咚、前程无忧、中华万年历、 WiFi 万能钥匙、超级星饭团、模范生、一只鱼、泰日报、西半球、犀牛公考、成果娱乐、市头条、独角秀的大力支持。